from Pakistan. Wow! This is Pakistan!在陕南的秦巴山区有一种独特的美食文化，今天呢我们带爷爷还有从山东远来的客人一起去体验一下。带爷爷吃肉了。带爷爷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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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吃肉了吧，大哥，带你去吃肉了。 这种源自远古的习俗呢，如今已经成为了陕南人民热情好客的象征，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来品尝。常来品腻，平安顺利。好玩呀！好玩，好玩，好玩！真有意思啊！真有意思、啊。哇哦，这是巴基斯坦。行，欢迎来到平利。平利，看看平利，我靠！他说中文，他不会讲英语。哎，小胖子啊，你们这边有这个东西没？你说油瓷儿，你没吃过吧？在我们这叫油瓷儿。油什么？油瓷儿。油瓷儿啊？嗯。看着像烧饼似的，是那样的吗？对对对，好吃。哎，这油是用什么做的？用米做的。哦，大米啊！我以为是油面。哎，好吃，挺好吃，挺好吃。油瓷儿。老李，你吃一个，啊，好好，真好吃，好回去吃油条。哎，小胖子，吃过这个没？爆米花，对，我们这叫包谷花糖。这我还真没吃过，拿着。老李，好吧，这样，谢谢你。哎呀，一杯就够了，一杯够了。另外，这个芝麻做的，还在糖的。这个是咱们当地特色吧？对，然后这个好吃，那就谢谢你啦。我爱吃辣的。这个正宗吧？好。
挺好吃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老李啊，最爱吃的牛肉。我这个要不要弄点米饭？啊，行，我自己搞。等一下吃米饭，尝尝哈。小胖哥，多吃点，你感觉咋样？我跟你说，老李啊，平时应酬太多，光吃饭店，今天吃这个地道的农家菜，太舒服了，好吃。以后常来。好嘞，必须的。你这跑堂也带劲儿吧？带劲儿。带劲儿。大口吃肉，太过瘾了。